你绝对想不到武神的单推人中最疯狂的竟然是他，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至高体验。作为七神执政之一的神明都有着各自忠实的信徒，不过在他们当中有个别崇拜者就显得异常狂热，比如封神的单推人芭芭拉。啊，天空之琴啊，巴巴杜斯大人，芭芭拉就算用余生的时光向你赎罪也都是不够的吧。号称比帝君还懂帝君的考古单推人汉学，得了吧，是你懂阎王爷还是我懂阎王爷？而雷神的单推人九条沙罗，仅仅是对将军的手办就已经到了痴迷疯狂的境界，但面对抓包的尴尬处境时，他却又立马否认，这人偶可是你买下的，这是他。还有水神夫妇的单推人莫尼欧，从他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离不开福宁娜，妥妥的两年半真爱粉。还有比福宁娜大人更适合舞台的存在吗？不要论疯狂的击推，还得是伞兵的单推人海拉夏。这漂亮的机甲，这耀眼的电闪雷鸣，崇高的神明，崇高的意志，崇高的情感，你看到了吧？你感受到了吧？